好，我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五的三十次方展开有几位数？像这种位数问题，对吧？哈，他说五的几次？我们五十次展开是几位数？碰到这位数问题，麻烦把它抓起来取什么？取 log， 把对数值当中首数把它算出来，是不是就好了？怎么说？麻烦你把五的五十次方取 log， 之后次数往前飞，变五十乘上 log 五，这样行不行？那什么叫 log 五？注意听，什么叫 log 五？不要忘记，麻烦你记一下好不好？为什么？什么记？基本上 log 二加上 log 五会是几？两个相加变一个加相乘。log 二加 log 五是 log 几 ？log 十是几？一。所以说把一下 log 五可以写成一减几 log 二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你看一下 log 五可以写一减掉 log 二。好，题目告诉我 log 二是几？0.301， 有看到？所以一减掉0.301。剩下0.699，行不行？所以50乘上0.699，好不好？乘起来6.99乘上5，9545，74，9545，49，74，5630，算出来是34.95，行不行？算出来首数是34，尾数是0.95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告诉我首数是几？34，可见我知道它乘开是几位数。35位数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 ，OK， 麻烦你把这边把解案看一下 ，OK。